月8日，电视剧《宫心计二：深宫记》今晚迎来大结局。演员马俊伟、胡定欣、萧正楠、刘心悠、马国明、黄心颖及一众台前幕后齐聚钻石山河里湖广场，和市民一起观看大结局。马仔和定欣演完舞台剧后就赶来现场，说起监制梅小青透露欲将《宫心计》搬上舞台，两人闻言后马上面露难色。我应该挑战不了。舞台真的舞台很难的，当然有这个想法我非常开心，我非常开心有这个想法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难度了。日前刘心悠获张柏芝网上发文赞美，并希望日后找机会两人一起合作。心悠很显激动，表示对方也是自己很喜欢的演员，如果有生之年真的可以合作就再好不过了。我真的是受宠若惊，因为柏芝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一个演员，对，如果有生之日可以跟他合作，那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柏芝就只有提心用吗？没有提别的人了。马国明和黄心颖表示，播完大结局后想到就要和大家分开，感到很不舍，提到和萧正楠说好如果收视率再好一点就同时结婚的约定，马国明则哈哈大笑说道，这个没有啊，他说的，没，我没有说。对对对，他说他先结婚吧。太扯了吧？那么就是，如果收拾好就要结婚，那你们自己。我跟他结婚了。对，他们都很气的，他跟阿肖，每一天他们都是一起过的。妹，多少都是小的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